边左边是龙龙，右边是我。等一下，你下面有一个秃秃的，我看了不太舒服。什么秃秃的？哪里秃？视窗。吓我一跳，我想我哪里秃？强迫症患者。好，龙龙有模糊之力。对啊，我没有办法。龙龙网络不好、哦，我们家这边就是到这个时间都会卡，都要打电话过去骂人。打电话过去骂人，来想一下龙龙的惩罚要什么呢？发推特说我是大内内，这个感觉像账号被盗一样。我是天然。啊，我觉得我输，感觉。你输不起吗？而且说不定你不会输啊，像，好吧，那就那样吧。你说大奶奶，我觉得我输很那个欸，不要再反悔了，下好离手，去找个地方抽。嗯，罗刹出现的地方是哪个？回心港。你小保底一，你小保底一，我小保底四。好，来吧，来吧。哎，刚小黑说券可以抽掉哦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那就全部花光了吧。好，第一次实抽，你按实抽吗？啊，对。好，我没有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也没有。好，好，第二次实抽，准备。第二次实抽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抽到御空。好，第三次实抽。没有，没有，压一次700块。第四次实抽，我现在已经不会被压一次700。等一下，喂！大妹妹，喂！耶！有机会了，我有机会了。小黑，对不起，但是因为，好，第五次。50，好，第五次50。啊，什么你逃不掉的。什么东西啊，哇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要想这个规则？为什么？这不是我认识的龙龙啊，你平常不是这样子的。你不觉得我这个游戏双蛋黄？哎，这是你第一个双蛋黄吗？对啊，这是我第一个双蛋黄。哎，啊，一定是我立 flag。大妹妹，哎呦，那你也有了。罗刹，罗刹，啊！你愿意让我不要发推，然后抽你的吗？把双蛋黄留给你。No。 波兰机票帮我买好了。克雷，谢谢克雷的 SC， 给我加油！我要先去发推是吗？先发呀！可恶的龙龙，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还在装无辜啊！我怎么知道会出双蛋黄？我是大，可恶啊，龙龙，我不会放过你的啊！50，来，五十抽出了罗刹，耶！50抽结束，可恶！为什么不是？刚刚为什么你不是？你不在刚刚来。好，那我就换回我的啦。我现在放很开，什么东西放很开？你说我是大勒勒的部分吗？那不是我愿意的。我是愿赌服输，被某人影响拉拉吗？拉拉是教我蛮多很多啊，什么 Tenga 什么的。Tenga 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有人也不知道，下次叫拉拉教你，拉拉就会讲，嘿嘿 Tenga， 我的回合了 ，Oreno， Oreno 什么 ？Oreno 回合，你要抽满，再抽4只，200抽可不可以4只？
200抽可不可以啦？走路蒙沙卡的十十二十二十三十日十，这是一场豪赌，真的，青雀都来暗示，这是一场豪赌。六十，平均50抽要出一支哎。七十，八十，来了，罗扎。我没有资源养你了，燕青，一败涂地，真的是一败涂地耶！啊！为什么一败涂地？来了，罗扎！啊！我不想活啦！卡不卡奶粉钱？他也有奶，是价，是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赢取费用吗？来了，拜托罗扎！没有歪，不要歪，燕青，你不要叫他的名字，我好害怕哦。是哦，来了，有了，罗扎！看到别人抽到克拉拉，我好开心。强奶妈，这个我就信你了，我入股了，我相信你绝对可以给我带来长久的良好游戏体验。龙好累啦！哇，他那裸叉好帅哦，裸叉好帅哦！咦，我看到燕青的红点了啊！来个杰哥、瓦尔特、布洛尼亚，什么都好，你不知道练他，是不是要把他等级练一下？因为他现在都还一等，可能官方就会检测到说，哦，你的练青没有练哦，看来你不喜欢他，那我们就多给你几只。